现如今呢，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，我想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。有道理。哎，你说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？这个大人，这钱庄的院墙虽高，他也是有能人能够翻进去的呀。陈掌柜，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并不是从墙上翻过来的，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？知府大人，小人确实有事相瞒。你隐瞒了什么？就是这个钥匙，今天那个捕快他又给我送了回来。不是，我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昨晚小人回到家中，发现钥匙不见了，天色已晚，又要照顾老母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仔细寻找。可是今日，就刚才来的时候，那个捕快说在失火的现场找到了这串钥匙，还要挟小人50两银子。你给他了？实不相瞒，大人，小人在这钱庄做事虽不能说是阅人无数，也是颇有一些见识，素来知道这小鬼难缠的道理，所以就直接花钱买路来见我这阎王本人。不，大人，小人没有这个意思。打个比方啊，来，坐。啊，多谢大人。陈掌柜啊，你还记得那个捕快吗？小人认识，就是那秦捕头的兄弟，他叫项武。来一个吧，啊。来两个，来了，给我拿来，长官，老板娘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哎，哟，这不是五子回来了吗？吃完了，可以，吃着。五子，当捕快了，这身官服不错啊。哎，五子，过来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个时辰不用在衙门里当差吗？衙门里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我回来看看。哎，你们衙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？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那个女仵作，她是不是被罢官了？她一个仵作算个什么官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是不是被你们衙门给赶出来了？因为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她身上背着包裹，这脸上还挂着泪呢。背着包裹？对啊，还哭了。里边请。姐，我明白了，他应该是让那知府夫人给赶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呀？争风吃醋呗。我跟你说，姐，咱们这位知府大人的弯弯肠子多了去了，我看他跟那个女仵作那腻腻歪歪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小点声。我听秦大哥说，他为官很正派的。他说，那做人跟当官能一样吗？他秦朗，当捕头的时候还秉公执法、刚正不阿的。那他遇到我姐夫那事儿的时候，他不一样。闭嘴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吗？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卖面具了，2文钱一个。2文钱一个啊？老板，我看看啊。哎，好嘞。新鲜青菜，我来看一看。格格，孟楠姑娘在哪儿？还躲着我呢。格格，您觉不觉得孟楠姑娘其实挺可怜的？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事老爷知道了
也会不舒服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他请回去啊？老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孟楠姑娘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啊，可不是嘛，就是你没来那会儿，夫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孟楠姑娘一气之下搬出了衙门。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是搬回家住了，但是我刚才去找根本没有。行啊，你怎么不说拦着点儿啊？哎呀，我拦了没拦住，结果夫人就出来了。我你就是个废物啊！你让你干点什么行？走吧。干什么去，老爷？找去。哦。老爷。夫人。干嘛去啊？日昌钱庄失火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不刚回来吗？又要出去啊？又出了新线索呀？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夫人，你怎么？我不能去啊？当然，来，夫人请。大人。老爷，这烧的也太惨了吧！其实是惨呐，夫人，这里里外外烧死六条人命啊！啊！夫人，进去看看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这儿已经看过了吗？要不咱们就回吧。那哪行啊，夫人，来都来了，再说备不住能找着点线索呢。走吧。夫人，孟楠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他们不是说你搬走了吗？哦，我是觉得这件案子还有点疑点，所以特意回来找找线索。哦，那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啊？还真发现了。那墙边地面上有一条沟槽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夫人，我随孟楠姑娘去看一眼。大人，这边请。大人，您看，就是那条沟槽。事先潜入伙计们的卧房，悄悄地刨出了一道细小的沟槽，直通隔壁的账房，而后又捡来陈掌柜遗失的钥匙，连夜潜入钱庄，溜进账房，接着那道沟槽继续刨，然后将油倒入，直接流进隔壁的卧房，而后再放火点燃。这样一来，卧房内的火势必然凶猛，瞬间便将那六名伙计吞噬。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烧成了重伤。夫人。老爷干嘛呢？疯了。啊？啊，哎呦，神神叨叨叨咕半天了都。我去看看。老爷。哎，姐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孟楠姑娘找着没有？快找去，快！老爷，咱就别找孟楠姑娘了。不找怎么能行呢？她是老爷左膀右臂，没她不行啊！快去！老爷，我说真的，咱就别让孟楠姑娘回来了。你说什么真的？老爷找她有用，你快去！
老爷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到哪我都这么说。快，你帮着个门框干什么？做生意似的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老爷，保重。小阿姨，您慢走。陈掌柜，请留步。好。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人冤枉的呀。你怎么冤枉了？我这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进了大牢，我还不是冤枉的？你说你平白无故，行，那我问问你，那天上午离开衙门之后，你上哪儿了？我去了钱庄啊。钱庄不是疯了吗？你上那儿干嘛去？回大人，小人在钱庄多年，与那伙计们感情颇深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本想在钱庄悼念一下，可一到那儿一看，已经贴了封条了，小人就先行回家去了。回家见谁了？我见了我一朋友啊。一朋友？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？住哪儿？说。大人，您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抓来了吧？问你什么就说什么。是，大人，我那朋友叫安小海，家住临清州，在那里呢开了个粮行，平日呢也是我们钱庄的主顾，和我交情颇深。肯定错不了啊，那交情能错吗？一出手500两银子。那是他欠我的钱。欠你什么钱啊？赌债。哎，说成赌债，这是最机灵的回答，说多少是多少。那我问你，他怎么知道今天你就在家等着他呀？我们事先约好的，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。好，算你编的圆乎。我再问你啊，钱庄伙计住那屋，跟账房之间为什么通着一条沟槽？走。这我可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伙计们自己挖的吧。伙计们自己挖的啊？嘿嘿，哎，行，也有可能。伙计们都外地人，打了羊干什么呀？得了，咱挖沟玩吧。是这样吗？是，那就挖吧。这帮人也是，你说你挖就挖呗，你倒挖个深点的呀。不，他挖个浅浅的沟槽，那么三下两下子就挖完了吗？这挖完了没事干，那怎么办呢？又有人说了，哎，这么着，咱们上旁边账房那儿，咱再挖一条去吧。走，稀里糊涂这进不去呀，他没钥匙啊。我问你，
他们怎么拿着钥匙？大人，那钥匙不是……哦，对了，钥匙你给丢的那儿了，对吧？是是是，这就全对上了。咱们接着说，啊，这帮伙计稀里糊涂，这就又奔了账房，说咱们挖沟吧，进不去，没钥匙。嘿，天公作美，捡着一串钥匙，挖吧，接茬又挖，三下两下又挖完了，这就又没事了。这会儿又有人说了，说咱这么着吧，咱把这两边啊，咱给它串起来，咱们倒上鱼油，点上火，腾，这屋就着了，把咱哥几就都烧死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慌什么呀？我这还没问完呢。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恕罪呀。文德，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知道自个儿误在哪儿了吗？你误就误在那团钥匙上了，你伙同别人烧死了六个伙计，为了撇清自己，你提前把那钥匙扔那儿了，造成一种别人捡了钥匙进入火灾现场的假象，但你没想到那串钥，那串钥匙啊，阴差阳错又回到了你的手里，等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诚心把我往那钥匙上引，你也不算算我是谁。但是可惜了啊，你看看你找的那帮人，临走连沟槽他都没填平。后来我去了一趟火场，当然了，这也就是为了糊弄你，我得让你知道啊，我上当了，是吧？来而不往非礼也嘛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结果让我发现了你作案的手段。但是陈德，杀死六个伙计的绝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还伙同了其他人，说吧，同伙是谁？大人，那个人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安小海，你那朋友给你送钱那个，他送的也不是什么赌债，那就是你俩辛苦钱儿。现在说说吧，为什么放火？大人，是那安小海，他要放火烧毁账本。哎呀，我说小安爷，您这说取走就取走，这徐五爷他知道吗？这就是徐五爷通知我们过来取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这儿新来的知府盯上徐五爷了。不会吧？刚才我还听说徐五爷要宴请新来的知府呢。嗨，这叫缓兵之计。怎么个缓法？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。陈掌柜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小爷，您这就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批银子里有5000两，是我背着我爹偷偷存的，是我自己的。那您什么意思？我得取出来呀，我要把这些全带回家，那我爹肯定就发现了。哎呀，那还不好说，您把您那份放这儿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徐五爷交代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全部取走。为什么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们这新来的知府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由于这次取现银的数量过大，我爹现找了临清州的镇远镖局押送，我这半路上根本就没有时间折腾。那您准备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把这些银子先全拿回去，等我爹清点的时候，我就说是你们这儿出了差错，多给付了5000两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凭我爹跟徐五爷这交情，他肯定得还回来呀。那到时候我不就有机会折腾出去了？那合着就是个圆谎的事儿啊。那为什么害死六条人命？大人，这真的不是小人的本意啊。小安爷，快快快进去说。
小爷，屋里说，屋里说。哎呀，还进什么屋啊？徐武死了，啊、你赶快把衣服穿好，跟我进城。这大晚上的进城干什么去？徐武不死了吗？你们钱庄的账本很快就得送到你们省城的钱庄去。我爹跟那儿的关系可硬着呢，你得把我那账本全部销毁。销毁账本？不行，万一要查出来呢？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一把火的事儿。放火？你喊什么呀？我没别的办法了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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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哎，那要不这样，不用你放，我自己来。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，先帮我把那几个伙计调出来就行。这样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两。都醒醒，都醒醒，都出来了！快点，别睡了。怎么了，掌柜的？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？睡什么觉？都出大事了，咱们秦霜老板让官府给逮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来接手。有些什么事儿啊，要提前跟你们交代一下啊！赶紧过来，到前面去。走快点啊！既然说把伙计们都喊出来了，为什么伙计们还会被烧死？大人，我和伙计在前院待了有半个多时辰，也没见安小海放火。我以为安小海他是害怕了，然后我就把伙计们都轰回去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可谁知道，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开恩呐。你们为了拽泥奔赴探案的方向，就活活害了6条人命。哎，大人，您刚刚在牢里审问陈德的时候，好像有所顾忌啊。哦，什么地方？当您说到钥匙重新回到陈德手里，您停顿了一下，您在隐瞒什么？不错，真是个捕头，这么点小地方都让你给瞧出来了。大人，您直说吧。秦捕头，你那个小兄弟啊，武子，对，他怎么了？拿了件物证，勒索了陈德。这个混账王八蛋！说心里话吧，我现在挺为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你的人。你说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武子这小子从小手脚不干净，爱占小便宜。您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？你们几个刚开始跟着我，对我都很好。前些日子索伦图在这做手脚，你们义无反顾的帮助，这我都看在眼里。可项武现在是官家人，销毁物证，勒索嫌犯，这加在一块儿，罪过不小啊。大人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请您治罪。可是武子现在是官府的人呐，秦捕头，你也不是江湖人士，江湖情义这一套能处理得了这种事儿吗？大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请您别把武子赶出去。如果他因为这个被赶到江湖上去，他这个人没法混，以后就算废了。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能就这么过去呀。您说怎么办怎么办？要是换成你，你该怎么办？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。
怎么了，大人？打了50大板，还请大人继续责罚。算了，打也打了，让他长长记性就行了。还不快谢大人！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篇咱们就此翻过去。 带他养伤吧。哎，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过的光的账目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。 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大火之后，箱子完好无损，里边的账本却消失不见了。是谁拿走了它？在后面操控的人都有谁？看来我得亲自去趟林庆州了。哎，汤汤姐姐，伤这么重吗？哎，汤汤。行了行了，喊什么喊？ 我要是真打你，你还能喊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武子，这回打你算轻的，没给你关进大牢就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非得弄溜溜一回。别不识好歹啊！嫂子，我们可能要去一趟林庆州，去办案。抓人。我不去啊。 武子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你刚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大人是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。就是啊，哎，就因为那点银子，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屁股开着花呢，我骑不了马。那你走着。你去不去？不是不去，那不是咱们地盘。你们这次去办案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嫂子放心。 刘大人都安排好了，你们得一定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尤其是你，你得听话，别老胡闹。知道了，姐。秦捕头，此次外出办案，辛苦了。卑职告辞。哎，秦捕头，啊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。 这次你去林庆州，是办什么案？通知大人，你这缉拿公文都盖章了，怎么不知道办什么案子呢？啊，是这样，那个知府大人啊，看我日夜为朝廷操劳嘛，不是，然后心疼我，以后呢，我只管盖章，别的闲事不管了。章盖的真好。那是。卑职告辞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你？ 你不会敲门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老爷，这是我的屋啊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夫人那儿情况怎么样了？夫人那里没什么大事，正在给贺德峰下棋呢。哎，老爷，你叹什么气呀？现在整个衙门的人都被我收买了，都替咱顶着呢。我是说呀，这也没个人分析案情，这也没个人说个话。 老爷心里不苦吗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！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。三年两坎儿才多了点呗。那不是你还有一年好日子吗？我那找着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我不让你找去吗？啊，我没找着啊。你得找去啊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回来，回来。我自己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呀、啊，上夫人那儿顶住啊，别让贺子峰又跟上了。 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老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整个衙门里都是咱的人，都替咱盯着呢，肯可靠？放心吧，非常可靠，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老爷，你真放心吧啊。你再去问。哎呀，你怎么？我在门口等着。行行行行行，我去。
老爷，您出去啊。啊啊啊！秦捕头，大人，拿到缉拿官文了吗？我刚从缉刀厅出来，已经拿到了。好吧，赶紧去吧，切记，行事秘密，不可大张旗鼓。卑职明白。去吧，大人，您不去啊？我还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啊。你们先去，等着我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格格，枪。哎，我不走这儿了，我。格格，咱不能总回去啊。我不管，我就不走这儿了。那不行，刚刚说好最后回一回的。我反悔不行，别，再来再来。夫人，嗯，老爷出去了。夫人，老爷出去了。这是。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都把咱给卖了。小人啊，你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！你不是说都是咱们人吗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啊！你个废物，老爷不留点心眼行不行啊？你说这我要跟着去了，夫人马上就得追上把我抓回去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案子现在办不办？老爷，趁现在夫人没来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走。孟楠姑娘。来了、啊，你们找孟楠姑娘，她不在这儿住了。那您是？我是帮他们看房子的。那您知道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请孟楠姑娘回衙门的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嗨，最近呢，孟楠姑娘一直心情不好，我还劝她，你心情再不好，也不能把差事丢了。这不，刚刚知府大人还来请过他呢。知府大人也来过啊？是啊。那你有跟他说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？说了，孟楠姑娘不想在家里住，去永福客栈住了。永福客栈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小八戒啊，看看看看，来，不错吧？是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孟楠姑娘，因何不告而别呀？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不是夫人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夫人什么都没说。我就是觉得我一直住在府衙上不太合适。大人您放心，您探案需要我，随叫随到。好，住哪儿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，我今天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儿。孟楠姑娘，你平时啊心思缜密，有件事情你帮我印证一下。大人，你说的是纵火案？没错，我审了陈德，陈德说呀，这个安小海是为了烧掉他个人那点私账而放了这把火。这纵火案是安小海干的，基本上可以断。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刘大人，您怎么不辞而别啊？哥哥急坏了，到处找你呢。我着急了吗？没有。老爷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，孟楠姑娘，你也是。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夫人，您别误会，大人。不过呀，当然还是老爷最担心你了。你看，这不自己亲自来请你回去了。没有夫人，我找孟楠姑娘是来谈案子的。只是谈案子？哎，行儿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老爷就是在谈案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好吧好吧，夫人，这样咱们先回去。回去再说啊。老爷，你刚不是说要跟孟楠姑娘谈案子吗？你们好好谈，我回去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也去。站住，你谈案子，我回去。子枫，回去一定要好好劝劝夫人，让夫人不要生气。
刘大人，这个事儿您真得自食其力，我没法代劳。贺子峰，大人，您真不该瞒着夫人过来找我呀。嗨，其实我也不是专程来找你的，本来想过来说两句话，马上就出城的。出城？大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走不了了，先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孟楠姑娘，打扰了，告辞。大人，回来了，哎，在屋呢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让我进屋说啊，他不能老在外边站着呀，这个，啊。老爷，走吧，去玩屋吧。我找个孟楠姑娘，她生什么气？老爷，夫人心海底针呢，你忘了上次你出去喝酒，夫人在家里就大发脾气，你回来之后不也没进去吗？所以你这次也进不去了，这能是一回事吗？我再试试。老爷呀，你怎么还不死心呢？你肯定是进不去了，跟上次一模一样。还是上你屋去吧。哎，老爷请。五子，姐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衣服。五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路上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到了那边，你可不能闯祸，知道吗？你得多听秦大哥的话。哎，大哥，嗯，我姐叫你。谁笑了？你们俩聊会儿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就是五子，你帮我看着点他，别让他闯祸。行，您放心吧。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去去去去去。霞，刘霞，哎，来了，夫人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老爷在你这儿吗？没有啊。老爷昨晚没在你这儿。没有啊。不是，夫人，老爷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把人都叫出来，给我去找老爷。哎。老爷，夫人走了。走了呀？都走了，院里边的人也都走了。快走。哎，贺子峰，我让你出来找老爷。啊，找找找找找。哎，刘大人啊。去哪儿了呀？孟楠姑娘，孟楠姑娘，孟楠姑娘，贺侍卫啊，我看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对。我来找刘大人。刘大人来过吗？大人啊，
昨天你跟夫人走了以后，他就紧接着出去了。啊，那既然没回来，那我就不打扰孟楠姑娘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那难道是出城了？你说出城去林青州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哦，哎，老爷，咱真要离开东厂府吗？不离开怎么办？外有强敌呀，那你们家这个妇人早晚把我折腾死啊！跑吧，不跑小命就没了。老爷，咱去哪儿啊？跟着老爷就完了，瞎打听什么你？行，跟着老爷。喜儿啊，哎，你看他是个卖包子的。是卖包子的。啊，去，买俩包子吃吃。多买几个吧，老爷，咱买上他十个。买那么些干什么？老爷吃不了。剩下那八个，我给你解决了。你去吧。好。你就不能请老爷吃几个包子？俺这不是存着钱娶个媳妇吗？行，你就。老爷，你等着。哎，怎么给我呀？老板，忘了，给我来十个包子。哎，好嘞。